过境发行新专辑，准备跳脱过去的清纯形象，大谈禁忌爱情。三号下午，郭靖一身可爱礼服的打扮，为了新专辑进行宣传，唱片公司还特地邀请任贤齐帮他站台。郭靖却开始摇身一变成了歌迷，还唱起任贤齐走红时的歌曲。我是要他唱，我不是要你唱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对不对？轮流嘛，因为我很怕他说出从小就听我的歌长大。这也是事实，你要认命啊，对不对？以前记得我看他 MV 的时候，他蛮像小女孩的。对对对对对。现在看起来像小女人，是不是？就有一点转变哦。对，而且他的歌声也是非常棒的，疗愈人心啊。啊，您对他还有什么其他的印象吗？其实我以前蛮喜欢他的《心墙》那首歌。心墙，太棒！唱两曲给哥哥听，预备去。每当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。谈到新专辑为何跳脱过去的清纯形象，开始唱起禁忌爱情时，他说：“意外有这样的故事，因为我觉得周遭我也听了好多好多，对对啊，然后就觉得啊。”现在终于要开始面对这件事情，因为我长大，应该说对了，我本来年纪也是不小，但是因为之前唱的曲风都是比较歌曲内容都是比较纯爱、淡淡的一些爱情故事，然后现在就越来越走一个比较探讨现代社会感情观。郭靖这次不仅跳脱玉女形象，还在 MV 中大跳现代舞。新歌发表会现场，主持人黄子佼更怂恿他跳上一段。《台湾情报》记者杜应广台北报道。